上次没把 AK 抽出来，又重了一点，目标就是这把 AK。其他的都不重要，先来个单发的。呀，你别刺中了，我这些视频还咋水？还好没中。开始十连抽。这头是上次抽过的，还能重复？ Oh no！ 再来。又是啥都没，再来。继续。呀，终于出了一件衣服。但是大哥，我要的 AK， 继续。还花了23000点券，这下赚了，还可以升一级。行了，等下去游戏里看看效果，把刚才抽的衣服换上，新衣服新皮肤，肯定要来个开门红。嘿，区区三队而已，直接过去。哇，这号咋跑了？ Oh no！ 祝他好运，先去找我亲。哎，看吧，落地就我要找的枪，这叫啥？氪金的力量。枪妹哥要过来了，嘿，就拿你先开刀了。看看这 AK 的特效 ，nice， 先舔个吧。呀，这个还在卡着的 T 口呢，老弟啊，我从这里上来了。Nice， 我去，他发现二号杀手已经没了，一起过去报仇。他们要过来了，先看看几个人。呀，三个，先打一个，打了四倍。Oh no！ 不拿卡，先补一个再说，两位够本儿。花开为止。全没了。嗯，南边还有脚步。What？ 莫非又来一个？呀，原来是个高手。我这高铁门包看到四号过来了，楼顶有一个。我去，我这要是晚来几秒，地儿就被补了。还要来得及时，还能救。先把前面这一堆都给灭了，打！嗷嘞！还剩下十几个人，现在拿到了12个人头呀！这要是抢人头再快点，说不定还能拿到20多个人。要加快点速度找人了。哇，马路上一个高手，先拿下再说。我去，不是人机。Oh no！ 别急别急，我往后来点分个烟。这对面的是一堆。哎，太对不起四号大哥，我错了。但你以为这就结束啦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其实我们是在用生命勾引敌人。让三号拿下他们，但没想到三号是个有原则的人，从来不干背后偷袭这种事儿。他甚至还故意丢一颗雷，吸引敌人注意，让敌人知道他在这儿。What？ 这样打他觉得公平。嗨，佩服佩服！挑战边斗地主边吃鸡。What？ 有点意思。先跟随队友和他们一起跳伞。我去，这牌我有地主了，肯定叫一手地主。先来个三片一，三打一。呀，看着队友说的啥，我边斗地主都能边玩，不过夏天天气热，还是不要边充电边玩手机，这是个错误的行为。再看看斗地主，炸你，滚我的牌，炸你，炸你，没人管了吧？再来一个顺子，怎么样？没人管得了吧？来一个三打一，
完了，没点入。Oh no！ 不管，先看看周围有人没，还没落地。完了，这张好牌又输了。先进屋搜点东西防身。附近没人，再看看别人出的啥。顺子，呀，我这暴脾气啊，直接爆炸开了。不要串，要是还有四个 A， 我认输。哎，没人要吧？第一把赢了。再来一把。呀，里边有枪声，先看看牌咋样。不叫了，不叫。先把前面的人给解决了。三号台的话有人。没事，我自己就能解决了。好像不止一个人。Oh no！ 卡着视角看一下，出来了一个。Nice， 机长。Oh yeah！ 追上去看看，呀，又下了一个。大草追。呀，被队友解决了。好像又下了一个，赶紧解决。斗地主的队友等的花都谢了。完美，先配个包。呀，地主出棍子。算，放你吧，我先回去喝瓶饮料。三带一，三带一，这个要管着。大你 ，what？ 呀，这个还没死，先补了。快点三个七，我懂了。我去，三个七，直接炸。完了，他有四个 A。炸弹。再来一把。我太难了。我去，叫地主，这把肯定赢了。先抽一个小队。队伍。看看附近有人来没？安全。管我牌，直接炸弹。二炸弹，呀，出了个刀被炸了。Oh no！ 那就四个皮炸弹，来吧，让你再炸一次。没人要吧？顺子，对勾。我只有两张牌，看看别人过来了。这把还好，皮上没几个人。对呀。Nice， 赢了。又来了一把，看来又是要赢的节奏。看看队友走没有？我去，啥情况？就一下，那皮绳还能被炸？我是第一次，可能是皮绳在阻止我赌博。我就这一把，下次不敢。队友应该要来救了，我先去看看牌。出来了小王好，小王大王下来过来。队友过来了，再来一个顺子，我就一张牌。好嘞，稳赢了这把。这边已经被救起来了。五 ，nice， 这边也赢了。哎，我地主还没开始呢，这边追空投来了。大哥，这里可不能停车。我去，完了，下世界没反应了。拜拜。听说你们想看香肠派对，那想着吧。别，把头放下，开个玩笑。这不是来了吗？不过这把的海苔神鞭好像没啥肠。我先去找找装备，说不定是别人还没下来。哪里有人？我顶，咋落到脸上了？看样子是个高手。直接先补了，再找找其他人。嘿，落水了还这么嚣张，那我就再送你一程。Nice。Oh yeah。追空投最快的办法，那就是找个传送大炮，对准空投的位置开炮。完美，还没有人捡。嘿，阿波罗挺肥的，看见没？前面这个波波，后面还捡空投的，还没过来，那他遇到我就过不来了。能给他起来的机会呀！小空投大队刚过来，你们打差不多了吧？到我了。这就很 nice 了。去看看他刚才打的那个方向还有人没？呀，被击倒的。这简直都是白捡人头。队友都没过来，这些包都是我的啦。有人打。Oh no！ 不对，那边一个不是在打我，这哪里开的枪？先去躲躲，不呀。这旁边的高手不应在意。收一台，他们就凉了。
咦，队友那边好像有机甲，我一看看。哇，这么酷！哎哎哎，别走啊，我还没看够你啊！来，试试你的机甲大还是我比较大。吃了这个变大蘑菇，一个定尸了。就算开车撞我，也得让我三分。也不知道这机甲怎么获得，我还没开过呢。前面有空投，好像有人了。呀，左边有一个，先解决了。空投那边好像不止一个人，先看看能不能先击倒一个。我去，啥玩意儿？妈，地儿飞过来！乖乖，你这跟开挂似的，直接飞过去把敌人扫。我太难了。我丢，这跑得也太快，简直是物理外挂。不行，下次我也去试试咋样获得。最后两个目标出现了。Nice， 最后一个。完美，取经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